姐姐，我靠的是实力，收好，走。哎呀，我吃的好着呢，就是床垫子太软了，没咱家炕睡得舒服。老板，再过来一个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可放心吧。哎呀，泡完呢。啊？ 哎，不是不是，没有女娃，那俩女娃，我洗脚的，准备睡觉的，明天再当啊。好，慢，好。七步贾家村的传人这么有少女心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封家的大小姐吗？我哥的账我还没找你们封家算呢。你哥技不如人，还不讲武德，搞背后偷袭，没意思。你别让我在比赛上碰见你，到时候别怪我。 出手太重，你要干嘛呀？看了也没用，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只会用异能的人。 中了！去，不用异能照样赢你啊，算你啊！你就是运气太好了，我也可以。 你干嘛呢？饿，哥，我带你吃东西去啊！走啊！我去哪儿？去哪儿？问你吃什么你也不说，哎，原来为了这个呀！眼光不错嘛。不过兄弟，我提醒你啊。 人家可是堂堂天下会封家大小姐，哎，姐，去哪儿了？找你半天了都。要你管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咱眼光是不是太高了？不过，不要着急嘛，来日方长。你不嫌大呀？紧张。哎哎，去哪儿啊？